什么款的歌呢？这首歌呢是我前几年跟豪记唱片所推出的专辑的歌曲嘛，是咱这个朋友拢就爱听的歌。这首歌叫做《鬼牛的目屎》。足有调的，讲真足地道的啦，真调的一首歌。谢谢彭国祥哦，谢谢。OK， 向桂玲，《鬼牛的目屎》。怎么办？你们告诉我礼物要从哪一边走？这边吗？啊，我听一下尖叫声，好不？这边尖叫声有足大声啦！你们欢迎我做运动的吧，都是你们。情人的心，敢那一边的，总是惨一半。随着满天思念飘向风浪里，那边的海是老情深。小心哦！真心的爱有啥人会了解？若问你敢会知雨水的由来？点唱无？在迄个平安时啊，哈，互你迄个会较侪钱财入来哈，啊，搁好气，好吧？谢谢。相亲的爱是等待，手袂来，等待分开的未来。记得通通有奖哎，哦，大家好。通通有奖，尖叫声来较大声，尖叫声。你们都是有潜力的哈，需要被激发而已。啊，谢谢哇！情人的心总是真爱。啊，95岁，高田吧？那有可能？65吧？不。是老情深，太不简单了。真心的爱，有啥人会了解？若问你敢会知？比我的迄个麦克风大声呢？你没麦克风，尖叫声来一下！给我们小东哥的欢呼声，我哪就会倒了，不好，谢谢。那梦里的美在我最也有爱，一起欢迎来吧，静静的家在你好几次面，这边的呢？现在安，对，但是我们是旧事。谢谢谢谢谢谢温迪卡，谢谢。OK， 阿北上完没啊？那嘉宾哥咋等你呢？这个礼物还要带回台北吗？你们同意吗？不同意对不对？啊，那这首歌啊，只收光了吧？好，下一首歌曲，看到大家这么。